打不了这波。姐，我去不了，我就不打一集团了。帮你打野吗？不是你们故意的。怎么了？帮你给你打个野吧。可以啊，姐帮我打个野呗。来嘛。打个野还要保姆在旁边看。玩的诺手呀。自己不能打。诺手怎么跟螳螂抢人头呀？挺厉害的嘛。诺手咋抢螳螂的头？我就喜欢保姆么么打野。啊，我喜欢保姆么么打野，你就跟着他呗。我走了。OK 啊。嗯。丁哦，看我们上路都已经给人家打半血了，都要回家了。死了死了！哇，厉害厉害，不愧是你。啊，再看看我们的。另一个人呢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还在野区闲逛呢。先让他刷着吧，就等他刷完出来。打野本来就是要先刷野啊，哦、先刷野怎么杀人啊？这小子还得发育一会儿呗，等你们发育，我们先领先。先打野，不要着急啊。上路那个残，哎呀，偷袭一下。残了跟他有没有关系啊？残血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哇！你别太嚣张啊！说了半天是老针对我们两个人干什么？这么嚣张干什么？不能是针对吗？等夜魔把你们打爆，你们就知道我们厉害了。知道我们夜魔什么实力吗？跑不掉了。没见过。现在不是持平了吗？持平了吗？那能持平吗？持平了吗？持平了吗？这能让你持平呀、啊？哎呦！你知道前期一个人头是什么含金量吗？哦、快拿拿拿！死！能拿到吗？哎，没伤害不够，没办法。我把下路河蟹打一下。行。这下路没啥机会了。这两个人练肥，夜魔。姐，下路两个满血我就抓不了了，我先刷野吧。嗯。刷不了。找找别的机会吧。走吧，慢慢走吧。我们野火上路哭哭单杀，然后一会儿直接去拿人头。那咋、哦、真厉害，哎呦你看到没，你看到没，你看你的那个在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喜欢踩一捧一呢？你家陪玩杀了就杀了呗。嗯，你家陪玩杀了不应该是对面这个上单菜吗？跟我有啥关系？嗯，我又不跟对面，你咋不过来杀人呢？你这个老板还挺有意思的。对面比，你看你家陪玩一杀，你就开始狂起来。那包狂的呀。你杀你老板不就狂起来了吗？没机会啊。不是挺有实力的吗？一开始哦，吃的多厉害，对吧？这才刚开始，游戏没有结束。是呀，我不管啊，现在实际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游戏才刚开始呀，够单杀了。玩过打野吗？没有机会怎么抓呀？嗯，就是啊，没有机会就自己找机会，还要我教你吗？不用你教呀，
你多教教你家陪玩不就行了吗？我的陪玩，我的陪玩不行，他自己就很厉害。来嘛，来嘛。你就看吧，把你们的视角都切到上路去，看压两级了。这上路怎么一直在死呢？这关我们什么事啊？看看到没？游戏刚开始。好看，好好学。哎呦！他们在打。Oh, nice. A Q 换了都不亏、哦、可以溜，这个能走吗？能走，我溜了、哎、还准备好什么呀？这看见两个人就怕了呀，这还准备啊？姐能来吗？我能来呀、啊、快来快来快来，我在往过走呢，快来野火快来、嗯、这两个头呢，野火完了完了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这上路不想杀了，没啥意思呀。他跑了，他跑了，哎呦，没把他留住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来小寒冰，我来了。你先走脚。好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杀他们就完了。小心啊，这人过来拼你头了。哎，还行。我操！我他妈大招可以可以，那不是你那个人啊？拿了一个，哎呦，你就只会捡我们打剩下的是吗？谁什么？你打剩下的？我操！你就只会捡我们打剩下的呗？不让拿头呀？这头还能 K 了啊？我们玩的人头局，我们拿咱玩的人头局不让拿头啊？不让拿人头啊？啊？不是你们抢我们人头呗，那就只会抢头，就只会 K 头。K 头就指到这儿了。哎呀，就指到这儿了，实力。我们不是说要人头说话吗？那我们现在对呀、啊，那我们三比零，你们六比零，我们差三个头而已、啊。那也是差三个人头。那我们拿人头不就完了吗？一会儿又说不让我们拿人头，一会儿又是让我们用人头说话，别配我的头呀，太毒了。去我的头干什么？自己凭实力去拿呀。对吧？没，就想给他 K 一个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们上路又要超神了，好看好学。我让大招劈慢了，无所谓了，一个人出而已。我到家，我继续往下来。好，嗯。下路这两个你来了包杀的呀，下路有两个惨，不行，太远了，夜幕躲避了，回家买一个杀人剑。好，狂妄来一个，他要过来拿我，然后那我肯定来呀，再来个长剑。人头数吗？没有人头我就来呗。对呀对呀，他怎么有皮肤呀？我他妈皮肤都没有，凭啥呀？就因为他是榜一吗？哎呀妈！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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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要这个寒冰。来来来，没事。姐，我来了。我先带一下。把我给他留住了，留住了。这残的。我看到了。他又过来，你别贴我们呀！你虚弱了呀！我操！不是你。哦，nice！ 可以。那就只会配合。我人头光彩啊！我操！就只会我大招在空中贴着我们打是吗？打残了你就来了？你在说啥呀？哦，可以。哎，这寒冰，给你出来！我给你奶一口吗，夜魔？可以啊，可以奶。哎，你奶了，那我们诺手也吃得到，你奶呗，奶呀、啊。哎呀我操了个 DJ， 哎呀这现在能进来不？瞎子来了，哎呀死了就没看到这个，没有人跟你竞争 了，都是你的都是你的、啊、他不进来，他给他踢过去了，来来我减速他，行行行，哎呀
我还想抢这个人头呢。哎呀，这炮车半天不死，死了我就直接就过去了。嗯，瞎子来了，没办法。没想到这个榜一实力还是有点的。那肯定呀、啊。你没看出你们有多强吗？还没看出来啊。这么能跑完的吗？等一下让你看一看呗。不是、啊、这冰女啥意思啊？漂亮。这不让我杀、啊、漂亮。这不帅。不是。这个人就不让我杀，追了半天跑他俩脸去了。对，这就是你说的最强男陪。你的是不是你的世界是不是只有一个男陪啊姐妹？纯装逼呗。笑不活了真的是。说话大舌头，我不想说你，说话很难听。急了急了，声音也难听。能行吗？牙，小牙子，小牙子。OK， 关注关注你男朋友，关我男朋友。杀不中了。哦。哎。冰女。啊！冰女晕住了。我操！死。Nice。这冰女赢了。来来，我这边忙。快下路两个。赶过来，我下路两个残。哎呀，下路我这个血量不行，我这他去了，我不去不行呢。他给你了野火，他也去了。他来了，残残残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你是不是想当我的跟屁虫啊？不是，咱打的人头局咋了？不让拿人头呀？你这老板挺有意思的，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！引起我注意是吧？就跟着我。谁跟着你了？你不都死了吗？谁跟着你了？哪有人头我们就去哪里？什么叫跟着你呀、啊？真有意思。这就是你的男陪的实力，我看出来了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魔他又说我。姐，你就让他说呗。对吧？我们就打他，毙了。看到没有，超神了，看到没有？那包超神的呀，姐。在干什么呀？中路，中路。中路有他啥事儿啊？有他啥事儿啊？还有一个到处游走。天远八远的，那有他啥事儿啊？幽梦一开。怎么不狂啦？你看你家就在这里去闲逛，急走一开，这还没敢跑啊！好了，哎哎哎，他躲到你脸上了，哦，可以。他那上下距离有点长，我也得杀了。嗯。我先去把上路给杀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去把上路杀了吧，把上路宰了。英语。咋的？你守在这儿是想？哎，来了，还没。差很多呢。哦，可以，好蹲，好蹲。哦，这麻烦。哎，踢走了。给你踢飞了。踢了。踢走了没办法，他要不是给你踢飞了的话，那个你就把他杀了。哦，没事。我、哦、可以。哎，野火你也游走，别管了，我们就到处 K 头就插头就完了。开走了。下路还有一个。来了。看能不能给他拿到的，给他这个头拿下。快！能啊。我这不来了吗？
他们俩都在这儿呢。无尽的饥饿。我把线推给你。我来推。快去快去快去！哎呀。他给你刮虚，哎，哎，这个寒冰怎么是他杀的呀？这寒冰，包是我们杀的呀，是定的呀，怎么是他杀的？这寒冰怎么是他杀的？这叫实力，这就叫实力，懂吗？这叫实力。这就没看懂了，这寒冰是他杀的，一点没看懂。想给你奶一口的，我以为这寒冰肯定是你的。没事 ，nice， 姐不用慌。他又上去了，我也来了。他去杀那个，我也来杀。我们玩的是上路，不去上单干嘛呀？哎呀，伤害差一点，我操！看来贴脸都没，有技能也贴不到吧？一个 Q 没死。嗯。算了，我就在旁边。我这边得下去了，上路还得抢你的经验。走呗走呗，中路有一个。我来了。你怎么回事呀？你去跟着你的老板呀？打他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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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中路还有个。我来下了。我们现在来来来，已经领先六个头，七个头，七个头，这里还有一个传送的。肖伦能打得过他不？葫芦娃救爷爷是吧？直接一个，哦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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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领先八个头。等我来拿一下。呜、哦，帅帅帅！15-20，我们现在只差五个头了，一模。那差五个头也是差五个头、哦，我知道。再杀。对了，这大飞，这个。我将花。他又来了。没事没事。他真的喜欢跟着我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没话说了呀。你自己找人杀去呗，老王我们家出啥呀？自己找人杀去。哦、oh, ，nice， 你拿一下。好奶，在哪？好跳！我操！那上面还有一个，看到了。还好没让他抢到。太低了，他的伤害。他好烦呀！我要刺穿。换个地方。他好烦呀！走了，我们走吧。那姐，咱们也走呗，咱们中路是去中吗？他走，我们也走。对啊，直接集中吧，这俩跟屁虫呢。不是你们跟着我们吗？我们不是先来中的吗？你还挺有意思了。哦，可以。哦 ，nice， 你这差一个了，一模。看到了。下路下路下路，去下路。玩什么呢？我来下了。看他就跟着我们就很烦、嗯、烦就对了吗？不用烦，没事，肯定得让你烦了。有人他挺先的吗？这不他要杀这个，他要杀这个。哦、oh, nice， 可惜。哎呦，可惜可惜啊，我以为这个也是你的，可惜了。还一个，这帮人呢？来了，10-20比21，杀他杀他杀他，拿头拿头！哎，我又不来了，中这个，你是不是在我面前正表现呀？哎，这杀怎么踢过去了？我操！可以可以，我可不喜欢你这种。你个老二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呀？一直跟着我。姐，奶一口，奶一口。奶了。哎呦，奶。哦，厉害厉害，这还有一个呢，一看就是个死呀。
我难死。我这大招老劈不下来啊。一单一单。啊，没事，我一技能刷新了，走了。OK。小明，你跑不掉，你直接闪现的。我会回家补装备。我得出点暴力点装备。买一个夜刃吧，这瞎子挺烦的。寒冰，快出来！然后进化。快走啊，这哥们！终于有，终于有！哎呦，这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完了，怎么被反超了？你个老二，是不是在我面前这么表现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23-24，我们超你们一个了，超不了一点的。你看了没？这轻轻松松就挣回来了。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肯定不用慌啊。啊！这还有一个，别慌别慌。这瞎子，跑到脸上去了，那咋还？跟着你的老板也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老实说。三傻子。不是你这个老板是不是精神病呢？嗯。那是怎么说话呢？你家老板是不是有精神病呢？说话的，你去跟着你的老板呀，跟着我。哎，我在这个三角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挺有意思呀。我们在哪，你就非要。你不是在中路吗？我们在哪？你在哪？地下路你也跟着。你在中路，我都快就往野区跑了。你在哪呀？他这个，寒冰出来了。哎呦我操！跑，失误了。我没血了，简单奶一口吧。OK， 好奶。帅，虚妄了他给你。没事，他死了。哦 ，nice。没，我能拿出来。好，给我再给你奶一下。姐，再奶一口。28-27。他怎么选个奶妈给他耍赖呢？搁这儿一直奶。你是公主呀，怎么事儿这么多呢？是事儿逼呀、啊？怎么啦？我有资本当公主，怎么啦？你是哪个 KTV 的公主啊？事儿这么多呀？吃果盘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还不让人说话呢？你说话可以啊，你老说话怎么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种话呀？我什么资格？我的资格就是今晚没有接你的单，怎么了？你配吗？你还接我的单？你也就能接一下夹子的单了。不是，你说话就说话，啊、你说我干什么？那咋了？我是你，那你的男朋友一开始还攻击我呢，哎、说我呢，说那么难听。我不能说单、哎。别搞了，哥们儿，别搞了。说话磕磕巴巴的，都说不清楚。你怎么这么狂呢，韩冰？我说话就正常挂档。嗯，毙了，没血了。他们怎么不出来了？你往前走走看看。他们绝对不会看到我。我给你减速他。哎，猪，要我去给你扛塔呗。不用不用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拿走拿走，好好好，嗯，看到没有，这就叫实力，差一个头，没实力能上榜一吗？看他，完了，哦 nice， 23-32，反超一个，领先一个，可以可以，我这玩意儿不能突进呢。对呀，他耍赖，选个奶妈，然后选个这玩意儿，飞就过去了，欺负我们呢，不讲武德。英雄是谁逼你选的？你来跟我贴贴、啊、你怎么不选个带奶的呢？你玩个 ADC 啊？你管我呢？谁管你啊？阴魔。姐，你说吗？
我是不是状态不好啊？你要打起精神了，他们毕竟是榜一。你砍我，天哪！但他们说话磕磕巴巴的，那我看这个陪玩打的，确实是有点水平的。姐，我领先了，姐，我们现在是领先的。还有你说吗？我觉得这句话比较适合他。你看他就要非跟我们站在一起。那为什么非要站在？那为什么不换个角度？为什么不是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呢？啊？对啊，你这么东西啊，我为什么跟着你啊？就因为你是公主呀！啊，讲话没不讲道理啊！公主需要讲什么道理？我们现在是领先，我们现在是领先。可是自己不知道在说什么，你不是说用人头说话吗？啊，这人头不是我的。哦 ，nice！ 他真的好烦啊！拿得好，夜幕。我这边要抢到人头啊，姐！我操！来第一木奶。嗯。哎，肥螳螂来了！太能拼了，这人！我这大招老九没了，九没有血了，这一波得毙了。老二恶心到我了，第三技师都没有。夜魔，你看到我刚才极限给你奶了吗？我这一波得毙了，这一波没有血了。那你回去吧，你刚刚闪出来的时候，我直接给你开启大招。看到了，但我这一波得回家。看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让人家泉水杀。你杀呗。我必须。这老二技术不怎么地，恶心人真有一手。首先没有恶心你，懂吗？要说恶心呢，你这一把存在恶心我，懂吗？不恶心你什么啦？跟着我你还有理啦？不恶心心里清楚啊。别放出来，不出来了呢。我这还不能避啊。这么快就在高地了，嗯。慢点吧。没血了，肯定得回家的。明知道没血了还不回家。我去吸引他们的火力。来，他没大了。你就哭哭刷就完了。哎呦，我让晕这儿了，我操！这吓人。哦。啊。可以三杀，得回家了。姐不，咱不清线。姐，咱不清线。不清线，等我们多杀几个。我们现在是一二三，36-41，我们比你们领先五个。哦，领先五个头。嗯。别着急，我拿个五杀，我不就抽回来了吗？拿个对，我们拿个五杀。哎呀，对面塔没了。等他妈出来吧，姐。嗯。我这一波去高地，他们应该会往那个泉水跑的。这波不能再过去杀了，杀怎么不杀？你看，他都堵着人家门口呢。这小兵要拆了，再杀的话，我们 nice。哎呀，没事，他死了。四杀。差九个人头了，他们越差越多了，好急。我们出来一点。对对对，没人守了，敢出来了。哎，不是你喜欢清兵线吗？你看到没有，对吧？兵线清完了，那对面怎么守塔呢？
少不了一点。要不你出来一点吧，把他们放出来一点。我放出来，他不就拦头了吗？那我们站在这儿，人家缩回去了，怎么杀呀？什么怎么能让你杀吗？怎么杀？他是不是呀？都在里面，怎么杀呀？那怎么不？他是不是认输了？不是，咱们比的是什么呀？今天比的是人头，那不就行了吗？你说的那些话不都是？怎么杀？你说的那些话是你是 是人说的话吗？嗯，是不是人说的话？姐奶一口，奶一口。对对，奶了，奶了。这是人说的话呀，喊起来。哎呀，他又抢。没事，我也杀了，我也杀两个。可以可以，别堵着他们呀，得等他水晶复活才能杀了。换个装备。可以设伏的位置。OK， 是他没有拿绝活吗？还怎么说呀？第一把试试我的水吗？兵都到他们家水晶了。对呀，你就抵着人家门口怎么杀呀？人家都不出来的。先试试水吗？高地也算是堵到人家门口吗？不就在那边吗？我们刚刚堵人家门口干什么？喊半天也喊不出来，然后就你一个人杀呗。那你这不是有病吗？那我们肯定要拿人头啊！不拿人头我们干什么的？你真的很有意思，你搁这圣母上啊。我这会儿拿人头，那不小兵都拆完了吗？跳弹 EA E 过来，我们有没有开隐身 A？ 我也没清兵啊，我的补的兵去哪儿啊？他干嘛去？哦 ，nice， 三杀，还有两个，四杀。哎，那个在这儿，多拿头，主要不是赢一个，为了赢他而。一方面，老板也需要人头，推头拿头，没毛病。哎，嗯。哎呀，这个五杀人他妈给，还想拿五杀呢？来，时间本来愤怒合计，愤怒合计，嗯，哎，投了，我操，投降了，太快了，就拿不下我，急了呗，开始啊，又拿不下你了，不是，我是来这边打人头局的，等吧，我要拿下你干啥呀？说你就听着呗。夜魔眼光可没有那么不好，还拿下你。真的是你家陪玩上一把输了，你这把就神志不清了呗。你什么东西呀？你看看，说不过又是什么东西了？什么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你点的什么呀？这是普信女。当陪玩被说几句不是很正常吗？说你就听着呗，你又是啥呀？他是我的，就你这实力还榜一啊！我没看出来你的实力，目前你就嗯，那你不还是老二吗？我老不老了？你嚣张什么？我老不老二？这一把游戏我第一把赢你了，懂吗？啊，你就能你的榜一没有什么含金量，对啊，你就能讲道理一把了。那我们只打了一把，赢你一把，就说明了一切。榜一啊。你是榜一，对呀，你输给我了，输给榜二了呀，了说去的多丢人呀。嗯，我上把拿的英雄不行啊。那上一把谁让你玩这个英雄的呀？那你太能 K 了。那能 K 打人头局不是优点吗？我上把我寻思你还挺菜呢，我寻思你是个人机呢，哦，整个螳螂那一顿 K 呀。K 头，咱玩的是什么呀？比的是什么？比的是人头吧。嗯。咱比的不就是人头吗？别跟他废话了，哎呦。话都不想跟他说多说一句。哦，你现在开始说一句，跟我说一句话，你就是有病，就光会恶心人了。哎呦，恶心你啥了？你说出来呗。老板还没说话呢，然后你就在那儿叭叭叭，一个人叭叭叭的可气劲了。那是我不爱搭理你。
今天就只让你赢一把当个利空啊，别掉了行不行啊？哎，你别让你们磕磕巴巴的陪玩说话了，磕磕巴巴，磕不磕巴的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也就能找第二了，你也就能找老二了。怎么了？我们上把赢了。你看看，你看你人头没打过，就说你是榜一榜一的，你榜一这个含金量不行呢，咋上的呀？那你也是老二。那我都是挨个打上来的。老二，这个月结束了吗？那今天就把你往老二打，能听懂吗？那你打呗，看看呗。肯定看呢，看呗，不是在打的吗？这把游戏刚开始。嗯。有空吗 ？OK OK。来。阿默默吧。有空吗，姐？就是金克斯。有。OK。包邮的，交给你了，帅。这包我上，这个拉出来。我看我能不能勾引他一下。OK。他死了。好。啊，这应该给拉姆抢了。600块。什么叫抢呀？这叫实力。这叫抢人头吗？看他。缩回去了。我觉得你回家一趟之后还可以下来。我就一直往下跑了，这把人。我看啊。看我等会儿把他们。你先不用过去，姐。过来。你那我不得把他们引诱过来吗？当我进行这个。快，我等你。没蓝了，闭了。对不对？你先跟他俩拼一下也行，马上到了。哎，他没叶，我往后拉点。来，哎，他们俩在下路。狂妄先出一个。好，死不了，怎么可能死？做啥呀？做什么呢？没见过这种吧？哎呦，吓到你了，这就要死了。让我们表现的。这能死吗？怎么死啊？你要杀我呀？这能没死？这怎么死？你告诉我，没见过。这队友伤害你还能，你还要干我呀？还没见过这种之前反杀的，表演一下嘛，给他。哎，他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没事，我还能来。你来。我这把我就当着他的面杀人。我是你老板呢，当着你杀人。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人，不行吗？我就让你看着干着急。让你看看我们的实力操作。那你们结尾也来了，吃技能吗？结尾也来了，快来，他们搁这吃技能呢。不错。Nice！ 长城炮。不是你四个人啊。他六级了，姐。他六级。哎，他也杀不了这个。哟，打野了。没事。好。你去刷野补一下吧。吃个塔皮。我不能白来。那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姐，看我一下。死吧你！他不给你来了 ，nice！ 糟了，这人头都能让 K 了，我还专门捏了个 Q 呢。差两个，这老二恶心人真的是有一手的。我过去刷些野罗的等级玩具。嗯，我都怕你蹭奶，站在旁边、哎、来搞笑的。去他的剑，去他的经验，去。不用不用，我把那红 buff 杀了就行。他去中路吃你的线了，谁呀、啊？去拿红 buff。谁呀、啊？谁来吃线了？需要吃线吗？这个法外狂徒，他老板让他去吃你的经验，吃你的线。他老板一看不是啥好人，真的。就是。
你们看着像好人、啊、你又知道了，有这种小心思摆在台面上，真没出息，这叫游戏的意义。但比我还差两个，一会儿只会差的越来越多。 okay, 两个而已，这单人头拿拿着，这单人头拿着就可以了。三个，你先别死啊，姐！你先往后撤一下，我一会儿就来了。没事没事，穿那个装备，得出上一件。哎，小心啊！那个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打野了。没事，我有双招，杀不死我。而且这中单，这中单没有状态的，没有战斗力。轮子妈下来呀！我中路干去了，这人。啊！我去送。他打野，你干啥呢？好好好，冲我野怪呢！好好好，开心开心。你要拿这个蓝，你今天快快快，他又跟过来了！哎呦，棒！快点，我操！这就是榜一的实力，现在差这么多人头。屁股屁股屁股，好看，好好学。我操 ！Triple kill， 抢呗！哎呀，他躲了伤害。这么高啊，收集者了，前面收集者了。嗯，我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去吧你。不去了，回家给你个装备，出来继续。好的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吃个塔皮。我觉得你一个人是可以打的。我就帮你留住他们。毙了，拖延一下西维尔的时间，我都松了，这么多人头了，哎呦，他们打不出来，然后就开始哑巴了，都不说话了，这人头也哑巴啦，嚣张的气也没啦。收集者了，前面。哦，哎，我有大。咋的啦，老二？啊，不说话了，跟你老板也不说话了，哑巴啦。对，不是喜欢笑吗？不是喜欢说吗？咋了？你不爱笑啦？打打打打。哦，那上面还有我残哦，完了，被上了。差了十个头啦，行啊，哎呦喂，行不行啊？这老二怎么上的榜啊？被榜一摁在地上摩擦，怎么这么能叫呀？得想死了啊，很能叫呀你。走走走，我们去这儿。你们刚刚去这儿，别推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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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他在这里。干嘛？帅呀！哎，打完了你来了，打完了你来了，你来看什么？想学吗？你学不会的，他就算了吧。他肯定学不会的呀。不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老板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搁这一直在，我学不学得会，跟你没关系吗？那你不也这样吗？我学这个干什么？我是陪玩吗？急了急了急了，哦，急了！这对面这个老板有病呢，这老板，你难道有毛病吧？跟精神病一样，懂吗？不是正常人说的话，懂不懂？开心，看，就简直不是个正常人。是正常人说的话，懂吗？不是个正常人，打不过就开始人身攻击也有。急得很，那第一把我就看什么实力，那后面他能他能赢吗？结果就是，哎，这还有，那草里就让他死呗，死完我就不能杀。哇哦！来来来，直接秒杀！这个位置还能蹲。从这局开始，今天晚上让他们跪在地上俯视我们，那把我俯视的呀，
啊，看着可望不可及。让他看看榜一跟榜二的差距呗。哼。说一下，说一下。很急，很急。往哪看的这哥们？我不看不行了。包下路了、啊，被你打懵逼了。这公路有人投哎，我看看呢，还有一个，现在差十六个投了，十七个，十六个，还追了一个，哎呦，他三杀了，我这下路在干啥呀？这下路啊，这么演，这么演，还能蹲一波？哎，他也来了，他咋又来了？没，这下路有这么好拿头吗？我去这边，看着就行。我也不去中了，来来来，我就来下了。我看怎么个事儿、啊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请您他过去了。装备起来了他，他、啊、抢不过他了。呜呼！打他！哦、哎 oh, ，nice， 还有一个。哎、闪现抢人头，抢到了！这么着急吗，哥们？抢人头啊！哎呀，他伤害起来了，让他们俩拿了。抢一个就行了呗，还要闪现抢、啊？姐，这个这个。哎，不是咱们他们包下路了，伤害太高了。这下路也太能送了，这下路。什么叫送啊？什么叫送啊？这叫实力。这是对面送的。没点实力能打出这么多头吗？太能送了，这下路。他们俩又出来了，快来快来快来！下路巨惨。我现在伤害没，我现在装备没他好。他又给这下路，快看，快把你们的视角切到下路。能一炮吗？哎呦，不行，伤害太高了。我怎么一在中路杀人，他就搁这下路杀呢？他这下路很久了，一直包下路，这下路住别墅了。这对面三个人住下路了，那个打打野住下路了，下路一直死，还要在下路，还要在下路刷。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会找机会呢？啊，是我们会找机会呢？他们开眼了。我就刷红，刷红再过来杀。差多少了？差十九个。哎呀，就十九个而已。才十九个啦。才十九个了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来来，对，就先让他们死呗。你这多点，没事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这不回家更新的装备吧？点赞。行。点赞。二十个。行，在下路这么玩是吧？嗯。我就看着打野，我想下路送一下，然后在那不好抓呢，还是给他搞惨了。哎、我自己过去就行，姐。对，中路不会要死了吧？中路。断他一下，断他一下，他要毙了。坏、哦。Nice nice 双杀。哎，我也来下。加速！哎，下路去中路了。你疯了！你要杀谁？哎、你疯了！怎么了？我们强，你犯红眼病了呀？姐，奶一口。就像野火这么强的男人，配得上这么优秀的女人吗？奶一口，奶一口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嗯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等我来。对喽。对喽！对喽！反线来了！来了！对。接不到啊！哈哈。杀了二十一个喽、啊！他怎么跑过来了？奶妈，我跟躲干啥？我毙了。沙皇出来了，回家了。我就杀他了。呜、哦！还 OK 啊？这还有一个呢。哎，我的这个榜一实力还是挺高的，夜魔。那榜二有实力的。榜二肯定不觉得。有差距榜二肯定是比不过的呀。暴击。不进去。哎，轮子妈又来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啊！一枪，就一枪给他做掉。一枪。这个阿木木有点护甲，是这个。包啥？有叶吗，姐？好叶。包有的呀。还想开，直接大招。哦、
包给你加个鸡腿的啊，快看看。不是他们两个人怎么还？对啊，我要正正经打的话，他没上次那个榜四厉害呢。我也觉得。二多个人服了。杀了。干啥？这榜二打的最强老二吗？果然我的榜一稍微拿得出手，这个差距就出来了。小手一挥啊，你们就被我甩得十万八千里。给奶一口。买吧。啊！哎呦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看到了。我肯定过来呀。我也收集者了。那边。你收集吧。打不过就学人出装备是吧？你也收集吧，来，你杀他吧。你看我靠。你杀吧。你搁这跟阿木木挠痒痒呢。哎，伤害比我高。打野来了。我来了，算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看他，扛了，阿木木死了，打野呀，我还以为绕人头呢，呼呼，扛了一下塔，你，嗯，跟你绕人头不中用啊，哥们，呼呼，28个头啦，刷野野，算了，回家直接把打野刀卖了，暴击。再去上面发个武器，他多少个人头了？马上30个了。我就说这把给你赢回来吧，姐。啊！随便赢。肯定的。上上上！千羽来一个。哎呀，他把这。千羽来一个。这武器搞死了，你看他。急坏了，给你们满头大汗了。妈，一枪就死了。会不会玩满圈啊？今天免费给你们教学，看到没有？一枪就死了。上天啊！当老这下路太能送了，给他送起来了，现在没法打了。是三杀了，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这么难抢、啊？成装了已经，这怎么打？好好看老血，哎呦！我来，这不月底了吗？我来看看。封一下榜一人头拿奖金，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么精彩的操作。哪儿啊？来，我让你 A 一下，来，你 A 吧。你会 A 我 A 了。啊！啊！没 A 两下他就拿到头了，这个。太夸张了，这个伤害！33个头喽！我又刷一眼。这武器还能抓？要不你们打开一下 table 看一下吧？哎、差了多少呀？没差多少，才33。哎呦，说出来吗？我在去中路拿三杀呗。他快杀50个了，哇！哎，中路这两个他应该拿不到吧？拿不到，拿不到。坏了，晃跑了一个，我操，装逼了有点。没事。哎呀，我应该可以追上的。我们赢的。完了，这沙皇又要给他一个头吗？别给奶妈呀！别给奶妈！啊！这沙皇六，对呀、啊，这沙皇不让我杀，就给奶妈一个人头。让奶妈他都不让我杀，这是啥意思？不然那就47个了。没事没事，你50个更多了。小小一个头。小小一个头而已，让让他没关系哦。你看你这伤害，一枪一个，对呀、啊，一枪一个。我包的呀，你让我这榜一闹着玩呢。对呀，还得是你的实力。小轮子吗？小轮子吗？啊！一木，抓这个阿木木。哦呦，这哥们儿。龙力炮。抓阿木木，这一套不行，挠痒痒呢。伤害太高了，我操！伤害现在太高了，也没有差多少啦。
小心小心。我在呢，我来保护他。哎，打野，保护他。打野绕后了。你看你的，别管他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哦 ，nice。给他一个呗。青雨，来个青雨。补状态。哎呀，他马上五十个了。来对呀、啊，这种事情，这种事情肯定要交给你自己做，哎呦，才能更加凸显你的实力。他五十一个了，啊！姐看到了，看到他五十一个了。哎呦，没有，现在装备没他好，抢不过他。对啊，装备太好，伤害太高了，一模。哦。小小老二，这种沙皇，我看能不能那个，我看我神装能不能抢过他。的实力，抢不过的话，咱们就得推了。开心，推肯定推不了啊！哎呀，快！哎，没事没事。阿木木跑一跑。阿木不跑一跑，可是跟阿木挠痒痒。这怎么又让他拿二连投了？一个一个不行呀，这也。嗯嗯。毙了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就这会儿刷野了。没结束。这个没事，他死了。我小心他过来。啊，你也别刷野了，把这个杀了。哦，双杀！我给你奶！枪，一枪，好，哎呦！就让他一枪一枪 A 呗。马上无尽了，我也快神装了。嗯，不行，我再送你一件装备吧。出来呀，这M魔。出来了，给放出来。啊！放出来啊！这有眼，我操！怎么有人推我们家水晶了呀？给了呗。看他们一开始嚣张，然后突然笑不出来，我就开心。我最喜欢看前期豪言壮语，中期胡言乱语，后期沉默不语，你这种反差。他们现在看着我不出来了，是不是闪闪？跟我说句话嘛，也不跟我说话。十六级，别跑了，哥们儿，你看着我就跑呢。都是要哭的样子。野火，我跟你说，是意外的话，一会儿闪闪要开始压第二了。我们就看戏，啊，我们就完了。哦，双杀可以。嗯，还得拿十个双杀呢。来呀来呀来呀！没事没事。Q 的呀，默默。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。阿木木有点肉啊，他出反甲了。嗯。哎呦 ！Nice！ 哇，我还以为我顶塔上，别收集的，让他拿的头呢，吓死我了。拿到了。哎。现在差34个，这把男枪。打的伤害太高了，不行了，得好好玩了。也起来了，姐，咱的伤害也起来了。
伤害也不低的。好，下路下路有那个打野，看到了。老二呀，闪闪说你能不能杀呀？出了很多了耶，关你啥事呀？啊，等会儿闪闪说我们抢你人头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哦，有武器一直在这推我，哦，他回家了，他又杀人了。我看下一件出什么？他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出个这个。闪闪，你也算是个 VIC 的老板，怎么那么窝囊呢？杀了这么多人头了，你压力他呀？什么情况啊？你别光叹气呀，你压力他呀，你是老板哎！我操，没心上来，完了完了了。没事没事，这轮子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就死一。耽误我杀人了，这轮子。飓风来一个。我就把这装备换一下。轮子妈很残，夜幕。看到了。姐，这一把的话，我有这个杀人剑，狂妄。啊，对，我在速度暴击了。真的还没出来。哦，可以。哦 ，nice！ 哦，三杀三杀了，哇！坏了，我看你伤害也起来了，我这一炮好痛。我伤害也起来了，伤害不低啊。可以。这阿木木又缩在塔下。我得回去穿一下。三十。三十还行吧。捡奶一口呗，不能推塔是吧？不能推呗。推塔那怎么杀人啊？包不能推塔的呀。我这他手长，他比你手长。姐好奶。可以三杀三十一个，我们现在差的越来越少了，是快追回来了。追不回来的，差不多着呢。那他肯定追不回来呀。姐，你送吧，送吧，送吧。三十个。嗯。我多送一点，把他们引出来。送吧，没事。我多送一点，让他，我们多杀点。我找机会嘛。嗯。咱们现在缺的差的确实有点多。是。但比刚才少很多了。伤害越来越高了。我觉得你不能这样子跟他打，他手比你长，你得把他们放出来。我从那边跟他堵着呀，姐，放不出来。你堵着你也打不着呀，你只能放个大招。你看，他跑起来了，我操！他怎么五杀了？我操！姐五杀了。我跟你说的。姐五杀了。但是好像没什么用。我是不是让你别搁这守着他？但是好像没什么用。我不守着他也能杀。我从旁边抢人头了。没事，我们现在翻倍了，主要是翻倍我们就那个了。你闪进去呗。我刚才没闪现，我闪现刚好，他差最后一个的时候。哦，我都感动了，我真醉了。那我们现在翻倍，那就比他多领先十几个。没领先，姐，改了吗？规则改了吗？没有。他们也超不过我呀。一个五杀也想领先吗？就现在看谁。别搁这跟他耗。就现在看谁。我来。我一闪身上，就现在出去跑啊！走啊，进啊！扛塔，哥，大哥。进不了啊！进不了啊，姐，我我得送。我们找机会多拿那头。没事，我吸血。我靠，吸不上来了，这木木，有点粘人了，这木木。
我的装备感觉还是有点不是，我刚刚都扛塔，你为什么躲在后面？你往前走啊！我进不去，姐，我刚刚一 CD 了。你有什么进不去的？谁挡着你了？我没 E 吗？我闪现也没了，刚才。差十二十，三十看着他骑着，就看他自己搁这杀呗、哦，可以，啥也不干呗。咱们现在人头还是领先的，不用集结。你不能光看着那一点啊！啊我这边出来，我换了一下装备，换了装备出来，这波 OK 那没事了。哦，吸血我就不买了，我可以杀了，就拼伤害了。看谁伤害高了，中了个打眼，姐看到了，伤害不低的。哎，他跟你一起出来的。哦。完了，他没有跑，就是他还有疾跑，对，赶紧跑一下，帮他挡是吧？你拿什么杀 ？Nice！、哎、我是大招晚了一秒，我操 ！Nice！ 双杀，双杀。他的手太长了一点，抢不过的呀。他没你快，一摸。对啊，跑得比他快啊。前面他装备起来太肥了，抢不过没办法，确实抢不过。这局也有希望，好吧。虽然希望有点渺茫。这个榜一。可能还是有点实力的，不是个菜逼，跟以前的那些人都不一样。这阿木木为什么不阿他老阿我呢？我操！你五十多个头呀，你六十个头 呀，你不是最肥的吗？不阿你阿谁呀？十五，现在是44-59了，我们还只差15了。沙皇和败在中路，看到了。还有个武器，哦，他现在死了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哦，哇，这个打野，哦 ，nice， 死了，还在给他送啊？呀，人不见了，没炮弹，人不见了，没办法，往河道走了吧？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追不上了，不知道去哪了。消失了。嗯，我这边先过去的。别走了，子妈，来。13个。他在中路，你就看吧，还是在你后面看着，然后等人家把控制权交完了，他才上。吃吃吃，我不给他拿，让他吃吃。好了，哎呀，可惜了，他们再怎么追也追不上的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有差距，你放弃吧，没有意义的。不要做无谓的挣扎。不追怎么知道追不上呢？嗯。这个位左大队。没拿，好，就这样。刷新被动了，可以。对，你奶上了。啊，他被锁的时候，我不应该。兵线怎么还到家了呢？没地儿吸血了呀。49、60、61。怎么还推塔呢，莫甘娜，不让追啊、哎！我哪里推塔了？你怎么点塔？自动攻击。姐奶一口呗，没血了。来啊！我来了。没，我这边你过来，给我一点。给了。好。我要血去。有波动啊！快来！哎呦，你哎呦，哎，
哎，对呀，你去打什么野呀、啊？你给我个亿姐，给我一个亿。你别光顾着打野啊！能杀了这个会动就闭吧。来了。哎，这边头我哪里？能杀呀！我没出来，我操！那我说什么呢？虽然差十个，但是我看着我就着急，你又拿回来很多了，已经。得闭了，没血了。我这边不能回家，我吸点血，我吸点血。闭吧。还差十个。还有十个。对。打野在你旁边，小心一点。有机会。他也没走。哦，嗯啊 ，nice！ 哇，他想抢没抢到？我有双招。我有双招。啊，你闭吧闭吧。我闭了。没事没事，防一防二还是有差距的。哎，这会儿可以杀了。好好好，趁他们不在，趁他们不在。这个榜一。榜一怎么啦？绝活是这个吗？我不知道呀，伤害这么高，我不知道呀。我想都没想过，不拿绝活这都能干你们了。哦，还没拿绝活呀？那求你拿绝活呗。肯定不能告诉你啊。行行行，求你拿绝活呀。行，都没问题的。这阿木木，下把就让你看看呗。他没有姐，他没有带那个后期符文，他这个装备也没有后期，他后面打不动对面。对，玩那些伤害就没有刚才那么高了。对，他现在伤害没有刚才那么高，杀对面还是、我现在伤害高，我有那个杀人戒的。哦，杀人戒。啊，啊！不该省省技能，我想省个技能。回来回来回来，这个我闭了。泡泡糖就开始打飞机了。我守家，我守家。我想省个技能，我看他回家呢，突然取消回城了他。不是这你也信呀、啊？你别信他呀，你信他干什么？我这么快，我勒个豆，我追都追不上。哎，我拿个红。这边就是个这阿木木，我打不动你这人呢，我操！你打得动？你打的伤害最高啊！现在我十六了，我们只差七个。只差七个，哎，姐，我还有个五杀呢，人头减倍呢。差的也是差距。对。快、哦，这两个人头摆在你面前呢。让他们吃，让他们吃，我不给他们来。阿木挡前面了。这还给我挂虚弱啥意思啊？你看，姐。哎呦。可以。看到没有？我是大门就看到了慢一点、啊、哎姐他死了啊，姐他死了，有机会了，哎、有机会有机会，不是给他们让机会吗、哎、哇，我临走之前想给你奶上的、我让他给锁了姐，哦，三杀，哦，我们现在只差三个了，你别叫了，你叫什么还差着呢，还有这个吓唬这个，哇，长城炮六十一个了、毙了，愤怒合击，还差两个，姐还差两个。嗯，你快点复活呀！哎、太厉害了，从我活了，我活了，三十个到现在只差两个了。啊！可以，你别死了，你真别死了，你死了四次、啊。我现在不死了，不死了，不死了。是不是耽误太多时间了，他都已经追上来了、哦、这个沙皇死的有点多了，喂奶喂奶，没错了，真的就刚有点放松警惕了，我操，你别放松警惕啊，
你防护锦旗的，我引诱你别，人家在杀人，哦、你在干嘛？小心小心，他过来了。我有水晶，没事，我先让他，我先让他死了。好好好，nice. 好好好，好好。可惜。嗯，这周刚才就不引诱他了，在旁边给他给你奶一下，都怪我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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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他也死了。怎么还是死头啊？啊，刚才我在旁边给你奶就好了，我就我不要进去了。他在旁边死的话，我还他比我大了呢，我操，这给我锁死了。嗯，哎，都怪我一模。怎么了，姐？他们好像去没事呀，大龙去了。没事，他也死了。我们还是领先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们还把大龙打了。打他的，打他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这边出来。等我再换个装备。愤怒合击，天差四个，我看他活了，活了，没没有，我也马上活了。哎，中路中路中三个，小心一点。姐看到了，我 nice 双杀。对面能不能那个锁头呢？怎么不锁他呀？我去，哎，差一个，怎么这么慢呀？我刚复活我就出来了，那个位大招没锁的呀，现在就差一个头。我刚复活我刚复活我就出来了，那个位大招没锁的呀，现在就差一个头。我刚复活我就